姐姐大家你好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弟弟是上帝，今年我39岁，我的身高151公分，我的体重51公斤，我的学着中别的，我信回教，我从西甲哇伊尼来的，我结婚了，我有一个小孩，一个女生12岁，我的父母是农夫，我的老公是农夫，我妈妈要帮忙我照顾我的小孩，我今年在新加坡工作两年半个月照顾小孩，做家事，去年工作在台湾照顾老人照顾病人做家事，我想工作在香港，因为我要赚钱给我的孩子，我报告我可以出猪肉，但是我不可以吃猪肉，解说完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姐姐。